在我们生活中可以看到很多大大小小的水域，比如说小河、湖泊等等。由于生活垃圾的污染以及保护不得当，这些城市中的水域大多都不干净，看着不清澈的湖泊，人们自然也没有什么观赏兴趣。但是小千就给大家介绍一个最清澈的水域吧，一起来看看吧。第一个，五彩石。在我国的自然风景区九寨沟，有一个面积为5600平方米、海拔3000米的五彩池。虽然这些水域的面积不大，但是湖水掩映着五彩斑斓的颜色，十分漂亮，这让每一个来过五彩池的游客都感到心旷神怡、流连忘返。池水清澈到可以看清池子底部岩石的纹路和植物。五彩池还有一个神奇之处，那就是在冰天雪地之时，池子里的水依旧波光粼粼，不会冻结住，真是太神奇了。第二个，梅利萨洞湖。这处水域位于希腊凯法利尼亚岛，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形成了，但是在1951年这个地方曾经发生了地震，地震过后这个洞穴的顶部被震塌了，这片晶莹剔透的地下洞湖才展现在人们的眼前。之所以这片水域的水如此清澈，是因为洞穴底下的蓄水层是在经过过滤之后才储存在洞穴里。在这个洞穴的周围有高山和树木，当太阳照在水面上，湖水就像一颗蓝宝石一样光彩照人，这个地方真是让人流连忘返。第三个地方，弗拉特黑德湖。这片湖泊位于美国的蒙大拿，是当地最大的淡水湖泊。这片湖泊很多人称作是世界上最干净的湖水，湖水甚至可以直接饮用。即使是这片湖泊水深100米，依旧可以用我们的肉眼看到湖底的壮阔景象。乘坐着小船漂浮在湖面上，让人感到像漂浮在天空一样，胜似仙境。看了这三个地方，小伙伴们想不想去玩一番呢？好了，本期的三千看世界到这结束，想不想伙伴别忘点击关注、分享、转发。